大家好，我是邱文胜。那 Transformer 最近又开发了很多新的功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新功能。首先是开启网页的部分。好，那请各位把 Transformer 打开。好，一样我们选 S2A，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不使用 Arduino， 直接用模拟的。那在档案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要使用到网路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选择本地跟网路，然后请按连线。好，配对成功之后 ，Switch 2会打开。那请各位看一下更多积木这里，这里呢，有网路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开启网页。好，那它的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开启网页的动作，所以。当你把直接把你需要的网址贴在空格里面，好，那当我们直接点两下的时候，它就会直接开启指定的网站。好，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方打上你的网站。好，或者是用贴上的也可以，我们去贴上好了。你有网址之后呢，好，就把它复制起来，直接贴进你的，贴进这里面，好，那就可以直接开启网页。好，点两下它就直接开。好，这个是有关开启网页的部分。